冈田在调度比较保守以及本土战力有衔接跟国王队有落差的情况下，在第四节会体力放尽，是没有错。说新的那个四去挡五，去挡三出来看有没有机会罚。对啊，要去做那个了。哦，对啊，啊，对，四号七号谁？现在要变一二。谁来？谁来？谁来？对，现在有机会就要出手了。哦，对啊，没有机会再等了，三分多钟而已，只出十二分。哦，一样，外围不要帮忙，外围不要帮忙。哦，相反，被他们投开了，外围。对啊，外围不要说啊。对，不要说啊。对啊。来，继续，再来，来到队哦，三分四十三秒哦。我看到这个暂停，在洪启超练，洪启超教练的一个指导之下呢，还是提醒球员不要在外围的球员，尤其是守射手的，不太能不需要太过多的帮忙哦。看这球，少辅说的太多了，尤其是守到这个右侧，怎么可以放他的 corner 呢？对，这是非常的不应该哦。对。